讨厌，我自己来。羊，我喜欢羊。哎呀，后面还有啊，一只羊，两只羊，三只羊，四只羊，五只羊。你要我唱首歌给你听，在包厢里，我说唱歌不如喝酒，时间好快啊，能让人醉，就到家了。哦，你要我唱首歌给你听，在路边，我有点口渴，可以上楼去喝点水吗？坏人，你抓住我的手。就松开，感觉好无奈，有多无奈。嫁给我吧。借口不提我爱过你，就当嫁给我吧。嫁给他，嫁给他。嫁给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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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感人呐！你就嫁给他吧，你要不嫁，我可就嫁给他你点菜吧，啊，随便点啊。你们店有什么特色啊？本店新推出一款音乐蛋糕，建议二位尝试一下。什么叫音乐蛋糕啊？就是您吃上一口，会有一首娓娓动听的音乐伴随而来。多少钱？298。200，哎呀，你们就是弄那些形式感的东西没有用，我跟你说啊，整点实惠的，就要这个吧。好的，这位先生了。要点一个呀，点一个，那点一个吧，音乐蛋糕，请稍等，来个蛋糕搁这儿，来两位的音乐蛋糕，请你慢用。哎呦我操，你298就是这点儿啊？啊，你这不是？那你这音乐蛋糕怎么就有音乐？怎么？小三也有情，小三也有爱，小三的世界没有人关怀。真有音乐呀！你终于做了别人的小三，我也知道那不是因为爱。你不要老唱这种歌，你这换一首，换一首。分手快乐，祝你们快乐，你可以找到更好的。你知道吗？我爸爸最近又在中东拿了一块油田，哎，而且那个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拿到哦，有钱都不可以，要跟酋长关系很好。而且我们家最近，对不起先生，您要点点什么喝的吗？我们喝酒好不好？好啊，我们喝酒。这边的酒有20块钱以下的吗？对不起先生，没有。好黑哦，那我们喝饮料好不好？知道吗？全世界最大的两家可乐公司，我们家都有股份哎。我知道他们成本不贵的哦。所以你喝什么？那我喝可乐啊。喝可乐，多少钱？30一罐。好黑哦，你知道吗？可乐其实超不好，没有营养哎。那我们吃个水果盘好不好？好啊，吃果盘。先生，果盘没有20块钱以下的。好黑哦，你这是什么店啊？果盘都没有20块钱以下。我跟你讲，你们这里环境这么埋汰，我坐在这边是给你面子。你信不信我让我爸爸把你的店盘下来，把你开除？快去给我搞果盘啊！这秤高高的没毛病啊，3斤7两，19.2。
这样，大兄弟，我给你打个折，你就给19块钱，好不好？这都后面都是我的回头客，经常吃我的瓜，没毛病，挑不着毛病。哎，不沙不甜不要钱，你吃一口你就甜一年，开整。吃啊，饱了。你饱了，你这些肉呢？啊，待会儿咱俩去看电影呗。好啊。嗯，服务员啊。来来来，你这么的哈，我们买单，完后这些就打包，别浪费了啊。嗯，好的，一会儿给您打包。嗯，您一共消费1307，给您抹个零，收您1300。1300啊？对，1300。哎呀，这钱也不够啊，这，您刷卡吧我。不好意思，本店没有 POS 机，您的卡刷不了。你看，你看，这是饭店还不能刷，你巧了，你说，我本来说今天请客，你看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有。你哎呀，这老让你掏钱，多不好意思啊！我有 POS 机，刷吧。亲爱的，你觉不觉得这个咖啡厅好冷的喽？冷死了，好冷嘞。嗯，这冷气开的有点足。嗯，那怎么办喽？我陪你一起冷。不是的嘞，人家还是觉得好冷的嘞。你喝口热茶就好了。我小时候只要我说好冷的嘞，我妈妈她就会紧紧地抱着我，这样我就会觉得好暖和的。抱着你啊？嗯。现在不冷了吧？我特意上你们家把你妈给求来了啊！完后你爸自己在家没意思，叔叔也过来了啊，叔叔也上去抱啊，太冷了。我是继父。啊，你继父，那你就别乱抱了。继父，你抱我吧，来，啊，继父啊，这是继女啊，哎呀，使劲抱。看什么看啊你？看半天了。不是，我不是故意看的，我。对不起。哎，你这种人最恶心啊，结了婚了还出来看别的女人，回来看你老婆去。我就是因为我老婆长得太难看了，我才出来，我说我过过眼瘾，看看别人。难看啊？那有多难看？干什么？就也不能怪你啊，你看吧。谢谢姐啊。哎，不是，看你看怎么还拍照呢？